虫玩具。不行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不能给你。哎呀，迪迪啊，就看一下下嘛。要不然你告诉我，它到底是个啥？哎，这是奥特之王的最新武器。据说打开开关能直接打败怪兽。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我替他试一试。迪迪啊，怪兽。嘿嘿，上当了吧？我先替你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。哦不，快住手，会出危险的。这边好像有一个按钮。啊！ Oh no！ 哎，都说了不要乱动，这下好了，我们要去找小童帮忙了。小童。欧布被封印在这里面，麻烦给他找出来。好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刚刚接到了迪迦的任务，帮忙在这个盒子里面找到欧布。那一起来打开看看吧。我的天啊，快看，是最新的奥特曼卡片，杨艳版。据说这里面还有绝版的 PNR 卡片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拆出来。不过至少有他们两个就已经不亏了。那今天的运气到底怎么样呢？就看这里了，开拆。这是一个废卡，上面是泰塔斯、阿古茹、埃塔尔加。咦，快看，是透明的卡片，上面是赛罗，好帅呀。怪兽持剑迪马加。哇，这个卡片好闪呀，是 JP 卡，上面是戴拿。又来了一张 JP 卡，邪恶迪迦。锵锵，我们的运气太好了吧，这是七彩 XR 卡，上面是迪迦。第一包运气不错哟。怪兽雷德王。咦，好像见过了。好像雪人的怪兽奇卡斯。托雷基亚。戴拿的 JP 卡。咦，怎么好像重复了。哎，哇，是 XP 卡加古拉斯。这是一张透明卡片，是赛罗的月神奇迹型。等等，我好像忘了点什么。今天的任务是找好卡的同时找到欧布。刚刚好卡是有了，可是欧布不在呀。要换这包试试。风马奥特曼，会泼硫酸的货。哇，快看，找到了欧布奥特曼。呀吼，咦，竟然是黑金 LGR 卡，奥特人造机甲赛罗，太炫了吧。金骨桥军械库定制，这个也很酷。天啊，我们的运气简直爆棚了。耶，这是泽塔的贝塔冲击型。那今天我们不仅找回了欧布，还得到了这么多的稀有卡。这里面谁最厉害呢？你们知道吗？留言告诉我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